有备儿童自行车抱刹松紧的调节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固定后面抱刹刹车线的一个螺丝拧松，如果抱刹过紧，这时候我们需要放松一点这个刹车线，然后再把这个螺丝拧紧。如果抱刹过松，我们需要拉一下这个刹车线，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螺丝固定拧紧即可。